欢迎大家玩金，今天呢要来实测水壶的保冷程度。这是我最近在使用的水壶，这个我已经用一个月了。它这个很厉害的地方是，它按了之后，好好吃。哎，干！哎，等一下，它按了之后可以显示水壶里面的温度，现在31度，现在12:54，我们就算一点好了。现在下午1点钟，水壶的温度是7度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它会没电，水壶都可以。好，因为这个有显示温度。OK， 好，那就开始今天实测。各位，现在是下午2点，水瓶的温度变成了8度，那我们就过一个小时之后再给你们看。好，各位，现在时间是3:09，看一下我们的水壶现在是几度嘞？现在是9度，哎，哇，保温效果很好，哎，而且又很漂亮。那就下一个小时再给你们看吧，我要骑车回家。好，各位，现在已经回到家，现在时间差不多是4:21，现在水温度变成12度，所以它保冰的效果算是蛮厉害的。所以今天外面那么热，我带着它爬爬照。因为回到家，顺便给你们看一下其他颜色，像这个是粉红色的，然后它里面打开都会有一个滤网，里面都是不锈钢的健康材质。像这个是咖啡色的，这是我自己在用的，我用金色的。像我在用的时候，我就不会用那个滤网，我就把那个滤网拿起来。我已经用一个多月，蛮好用的。这蛮便宜，是400多块、500块而已。你们可以去我附的网站那边选购看看。夏天这么热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带这个出去保冰，我觉得效果还不错。这里就4个颜色都非常漂亮。等晚一点，我再给你们看一下温度大概变几度。我都是用黑色的做实测哦。OK， 就这样。晚一点再给你们看一下变几度吧。好，各位，现在是下午5:10了，来看一下水壶温度现在几度吧。看一下，12度。哦，很厉害嘛。下一个小时见吧。各位，现在是晚上7点，然后我来餐厅这边吃饭。现在过了6个小时左右，现在水壶温度变成了14度，哇，很厉害。那这样子啊，那待会晚点来给你们看一下变几度。好，各位，现在时间是凌晨12:04了，所以距我们这个保温杯测试已经过了11个小时。现在温度几度呢？17度。哇，其实今天整天呢天气非常热，然后这个保温瓶也陪着我在外面风吹日晒，一开始是7度，然后到现在变成17度，基本上还是保持水是冰的状态，我觉得蛮厉害的，它怎么甩都不会漏水，然后它又是不锈钢的健康材质，所以不用担心说有什么有害物质这样。因为现在好像有很多盗版的，我们不要去买仿冒品，我们买正版的。我把网址放在下面链接，你们可以去点击看看，这样比较简便。拜拜。